在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千千万万的英雄不断的涌现，雷锋、王杰、麦贤德、焦裕禄，他们都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都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1966年春天，河南省兰考县前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的光辉事迹传遍了全国各条战线，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学习焦裕禄的活动。我们要像他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粮食、武器、方向盘和指路明灯。我们要像他那样，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我们要像他那样，密切联系群众，树雄心，立壮志，敢于胜利，善于斗争。我们要以焦裕禄同志做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河南省东部的兰考县，大平原辽阔而壮丽，兰考县在历史上曾经是多灾多难的地方。公元1885年以前的400多年中间，黄河曾经在这里决口泛滥29次，风沙、内涝和盐碱这三种自然灾害长期地折磨着兰考的数十万人民。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支援下，兰考人民不断地向大自然做了顽强的斗争，兰考县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粮食的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过去黄河泛滥所造成的沙荒和涝洼盐碱地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从1960年起，这里又连续几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样兰考县的农业生产就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暴雨使不少地方受涝，许多地方出现了大片的盐碱地，有些盐碱地碱霜白花花的，像一片雪。黄河故道上的风沙更加猖狂了，1962年，天灾毁坏了几十万亩庄稼，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解放后的最低水平。兰考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关怀这里，国家支援这里，大批的救灾物资不断地运到这里来。
也就在兰考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焦裕禄同志，这位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有着许多斗争经验的好干部，接受了党的重托，来到了兰考县。他带着毛主席的著作，带着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精神，满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坚定信心，来到了新的战斗岗位。当时的兰考县，一方面有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阶级敌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正乘机兴风作浪。在兰考县委和兰考人民的面前，斗争的形势是尖锐和复杂的。怎么样在斗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呢？怎么样和全县人民一起在重重的困难中闯出一条路来呢？多年以来，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现在他又带着迅速改变兰考面貌的强烈愿望，到毛主席的著作里找方向、找力量、找办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焦裕禄同志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生产革命。他跟县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反复研究本县情况以后，决定首先要实现县委领导核心的革命化，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焦裕禄说，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一个风雪严寒的晚上，焦裕禄和县委同志们一起来到了兰考车站。许多阶级兄弟被灾荒逼得背井离乡的情景，使大家感到了不能再依赖国家的救济，必须高举自力更生的大旗，依靠贫下中农，依靠集体经济，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改造兰考的大自然。但是当时也还有人做出了计划，准备在县城里盖新房子，装潢领导人的办公室。焦裕禄和县委大部分同志都反对这个计划。焦裕禄跟大家说，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吗？灾区面貌没有改变，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县委的领导同志们都以身作则，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焦裕禄同志在县委机关的办公室陈设得非常简朴。办公室的墙壁挂满了剪霜，这一套简单的铺盖就是焦裕禄同志在县委机关和下乡用的全部行李。破旧的被子上已经补了36个补丁。焦裕禄同志常常跟人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
咱们穿的用的就很不错了。在焦裕禄同志的主持下，县委以革命的精神召开了县委会。会上大家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批判了单纯依靠国家救济和在自然灾害面前怕字当头无所作为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一定要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开展生产斗争，一定要让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兰考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坚强的县委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了，广大的干部也在县委领导核心的帮助下，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振奋了革命精神，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改变灾区面貌的信心。兰考县的干部们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他们深入农村，深入贫下中农，要坚决贯彻阶级路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充分发动群众，排除万难，建设新兰考。焦裕禄同志带头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蹲点儿。在每一个村庄，焦裕禄同志都首先到贫下中农的家里去，到饲养棚里去，了解贫下中农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和意见。他常常住在最穷最苦的贫下中农社员的家里，和他们整夜的深谈。他常常和社员们一起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他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从许多贫下中农的身上看到了革命的硬骨头精神和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高贵品质。他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倾听贫下中农要求革命、要求改变兰考面貌的呼声。老贫农刘中行在粮食最困难的年头，用自己的麦子把集体的牲口养得又肥又壮。焦裕禄同志和他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情。老饲养员肖卫芬在大灾之年也用自己的粮草养活了生产队的耕牛和毛驴。肖卫芬具有丰富的生产斗争经验，他和焦裕禄同志细细地谈了三天三夜，献出了改造兰考面貌的三条好计策，那就是大种泡桐树、大种花生和大量的发展牲口。县委的领导同志们深入贫下中农，和贫下中农同劳动、同商量。他们从广大的贫下中农身上吸取到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带领全县人民战胜三害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在视察灾情的时候，焦裕禄同志常常满怀激情地和同志们议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一片青。”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芦苇养鱼。”他又说：“
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要战胜灾害，改变兰考面貌，就必须摸清灾害的底细。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又说过，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焦裕禄同志参加了调查灾害的战斗，他决心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灾害的分量。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从一座沙丘到另一座沙丘，从一片盐碱地到另一片盐碱地，焦裕禄同志和调查队的同志们忘我地进行了工作。在这里，他们观察了流沙的走向；在那里，他们查明了盐碱生成的原因。多少个日夜，他们踏着流沙勘测着一个个的沙丘；多少个日夜，他们迎着刮得天昏地暗的风沙寻找着风口。尽管大雨瓢泼的下，尽管激流在脚下翻滚，他们仍然追寻着洪水的流逝，神色是这样的坚定和从容。即使雷打火烧，他们胸膛里装的也只有人民；即使天塌地陷，他们心里想的也只有革命。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5000多里路，终于抓到了兰考灾害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宝贵的资料，县委做出了治理兰考灾害的全面规划，把改造大自然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上。有了规划，还必须实现它。怎么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呢？怎么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展开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呢？毛主席著作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焦裕禄同志又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了办法。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
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韩村，这是一个只有27户人家的生产队。1962年秋天，这里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12两红高粱穗，许多家的猪圈也空了。在这样的灾害面前，有些人消极悲观起来。可是这里的大多数贫下中农有着顽强的革命精神，他们在灾害面前不悲观失望，顶着困难和灾害做斗争。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绝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生产队有大片沙碱荒地，长着很多茅草，他们就割草卖草，经过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的艰苦奋斗，共卖草27万斤。他们就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了自己，发展了生畜，战胜了灾害。焦裕禄同志在这里看到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的巨大威力。秦寨，这也是个灾害很严重的大队。这个队的土地大部分是白花花的碱地，一亩地才收30来斤麦子，社员每年都吃国家的救济粮。怎么样才能把灾队的帽子摘掉？有些人提出一大堆困难，被困难吓倒了。可是贫下中农社员们说，咱这地下面都是淤土，挖几尺深，把淤土翻上来压住盐碱，就能多收粮食。他们就这样下了最大的决心，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说，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个碱地翻个个儿。愚公能够搬大山，集体力量比愚公的力量大多了。大家齐心合力地干，终于把大片的碱地改造过来，是盐碱窝长出了好麦子。这个大队的粮食产量，1962年是12万斤，1963年就增长到了27万斤。焦裕禄同志在这里看到了，只要有坚定的革命决心，就能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赵朵楼，这是个低洼易涝、
郁郁成灾的老灾区。从1960年到1963年，连续受灾，庄稼七季基本绝收，群众吃粮靠统销，花钱穿衣靠救济。有人在灾害面前抬不起头来，可是绝大多数贫下中农社员排除了灾大压头的畏难情绪，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儿，挖沟开渠，向内涝灾害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赵斗楼的社员们经过艰苦的努力，挖了一条又一条的排水沟，把涝洼地改造成了条田，战胜了内涝灾害。1963年秋天，这里一连几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家家户户有了余粮。这个大队的粮食产量，1962年是16万斤，1963年增加到了60万斤。焦裕禄同志在这里看到了，只要有充沛的革命干劲儿，就能够战胜天灾，发展生产，获得丰收。双杨树，这也是个连续几年遭灾的村子。这个村子牲口少，农具缺，到了种麦季节，地犁不过来，困难重重。在这个时候，阶级敌人进行了破坏，又有些人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可是贫下中农社员们团结在一起，狠狠地打击了牛鬼蛇神。他们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困难下不倒，风雷打不散。贫农吴明阳为了给生产队投资，自动地卖掉了准备盖房用的瓦。贫农周玉花主动地把自己积攒的钱借给生产队做资金。贫农吴春阳把30000棵红薯苗借给生产队。贫农程宇志把2000多块砖借给生产队。贫下中农社员们说，穷咱们穷到一块儿，富咱们也富到一块儿。他们一心为集体，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贫下中农社员们战胜了灾害，发展了生产，显示了集体力量的巨大威力。焦裕禄同志在这里看到了，双杨树人民坚持走的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兰考县共有140多个生产大队，焦裕禄到120多个生产大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调查记录。他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在生活中发现了4个先进典型，并且把他们的经验集中起来，归结为4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朵楼的干劲儿，双杨树的道路。然后再把这些经验推广到群众中去。他大声疾呼，为这4个样板鸣锣开道，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道路。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服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个样板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全县人民，四个样板的革命精神在全县遍地开花。全县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灾害面前挺直腰板，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取得了生产自救的巨大成就。不做大自然的奴隶，要做大自然的主人。全县人民跟天斗，跟地斗，跟错误思想斗，一定要改变兰考的面貌，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这里高高的升起。要改变兰考的面貌，就要锁住风沙。怎么样才能锁住风沙，除掉这一害呢？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焦裕禄同志就向人民群众学习他们的智慧。张庄的一个贫农曾经用淤泥在一个早上把他母亲的坟封住了，焦裕禄同志得到启发，他说，一个人用一把铁锹，一个早晨就能把一座坟封住。我们运用人民公社的力量，一千人、一万人、十几万人干一年、两年、三年，岂不是可以用淤泥把全县所有的沙丘都封住了吗？再栽上树，种上草，荒凉的沙丘不是完全变样了吗？经过试验以后，全县人民就展开了给沙丘贴膏药，用淤泥把沙丘盖上，除掉风沙灾害的斗争。贴上膏药还要扎针，扎针这就是在封住的沙丘上种树。县委总结和推广了当地群众的经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植树造林运动。要改变兰考的面貌，还要改造碱地。怎么样才能制住盐碱，除掉这又一害呢？省委的指示和焦裕禄所发现的群众经验都说明，大搞台田是改造碱地的一个好办法。后来县委就坚决执行了省委的指示，推广了群众的经验，这样全县人民就展开了改造碱地、大搞台田的斗争。要改变兰考的面貌，
还要制服洪水。怎么样才能制服洪水，除掉这第三害呢？党中央指示，治水害办水利，要因地制宜，成龙配套。焦裕禄同志就坚决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这样全县人民就按照县委的规划，投入了挖沟开渠、排除内涝的斗争。兰考县全体人民经过同大自然艰苦斗争，取得了战胜三害的初步成果。那滔滔的洪水归了河道，大沟小渠成龙配套，内涝的危害大大的减少了。那不少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了新的整齐的台田，庄稼再不会被碱死了。那许多荒凉的沙丘被贴上了膏药，扎了针，再不能掀起滚滚的风沙了。在兰考的大地上，到处出现了长长的林带，许多风口被堵住了。可是彻底改变兰考县面貌的斗争仅仅是开始，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还要做许多的工作。毛主席说，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毛主席又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焦裕禄同志就根据毛主席这样的教导，时时处处关怀人民群众的生活。贫农吴秀花是个寡妇，她经常得到焦裕禄同志的帮助。贫农儿子张徐州在病得很重的时候，焦裕禄说，他是咱贫下中农的儿子，我们一定设法救活他。后来这个孩子的病给治好了。焦裕禄去世以后，他的父母把孩子的名字改为张继娇。老贫农孟全修一贯热爱集体，积极参加改造自然的斗争。焦裕禄建议县委奖给他一把铁锹，鼓舞他的革命干劲儿。焦裕禄同志也很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他经常勉励少年张根生、张二宝和张根仲，争取做护林的小英雄，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做革命的接班人。每当风雪交加，群众生活和生产上有困难的时候，焦裕禄就和县委的同志们一起到贫下中农社员的家里去问寒问暖，帮助他们。他常跟县委的同志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
哪怕寒风刺骨，哪怕深雪挡路，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怀着火一般的阶级感情走了一村又一村。在这个贫农家里，他们探问是否还有足够的粮食，在那个贫农家里，他们又查看是否有挡得住风寒的窗门。他们走进一座一座草屋，送来党的温暖；他们走进一家一家的柴门，带来毛主席的恩情。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他们和乡亲们同甘苦、共患难，呼吸相通。按照党的指示，他们时时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想到人民群众的疾苦，他们把最大的热情献给了自己的阶级弟兄。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从三害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正当人言欢笑，兰考大地变了新样的时候，正当兰考的灾难历史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换了新的篇章的时候，焦裕禄同志的肝病越来越重了。上级党组织很关心焦裕禄同志的病，县委也做出了决定，要他暂时停止工作，在县里治疗休养。他虽然病重，但他还是念念不忘那被改造着的大地，他用最大的毅力忍受着痛苦，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可是他的病越来越重，文章只开了个头就停下了，县委把他送到郑州的医院去治病。焦裕禄同志病情十分严重，医生诊断为肝癌，并且已经到了晚期。这位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员，在他跟严重疾病做斗争的时候，心里想到的并不是他自己，他惦记着秦寨台田上的麦子，赵朵楼渠道中的雨水，老韩陵沙丘上的泡桐树，他怀念着兰考的大地，怀念着兰考的36万人民。他对前来探望他的女儿焦守凤说，你参加革命工作，我没有什么送你，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的两位负责同志到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们县是灾区，我死后不要为我多花钱。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他死后，人们在他的病床上发现两本书，
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郑州市人民举行追悼会，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和其他负责同志在焦裕禄同志灵前默哀。兰考县全体人民和干部举行追悼大会，悼念他们的阶级兄弟、战友和亲人焦裕禄同志。焦裕禄同志生前同兰考县的广大社员同甘苦共斗争，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和焦裕禄同志有着深厚的阶级友情。这是贫农吴秀花，焦裕禄生前对他的帮助他永远不会忘记。张继娇也来了，这是张根生、张二宝、张根仲，他们带来了三棵炮桐树苗，在焦裕禄同志的遗像前表示，一定要继续防沙造林，把兰考大地改造好。老贫农孟全修带来了当年焦裕禄同志奖给他的铁锹，他用这把铁锹改造过许多盐碱地，锹头都磨掉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赵文甫讲话。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讲话。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讲话，贫下中农代表杨世森讲话。他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里，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下中农的柴门。他们怎么会忘记，在那灾害严重的时刻，他和阶级兄弟同甘苦共患难。他们怎么会忘记，在那战天斗地的日子里，他和广大社员一起斗争。追悼焦裕禄同志的大会，也是进一步彻底改造兰考面貌的誓师大会。张根生等三位少年在焦裕禄同志的灵前种上了几棵炮桐树，表示继续向大自然做斗争的决心。赵斗楼大队的贫农代表们在焦裕禄同志的灵前表示，一定要把三害彻底除掉。他们的决心也是全县人民的决心。兰考县的广大社员精神抖擞，继续向大自然展开斗争。兰考县的干部们决心和广大的社员共甘苦同劳动，不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绝不罢休。青年们勇敢地到最困难的地方去锻炼，兰考人民多旗帜，敢
阐教日月换新天。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文章，现在正由36万兰考县人民集体来完成。他们不怕风沙，不畏雨雪，坚决要让多少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再为非作歹。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兰考县的各级领导干部又在风雪天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把党的温暖带给贫下中农。兰考县人委张副县长在风雪天来访问贫农王连璧。宜丰公社党委副书记范玉典和副社长白宝瑞给贫农社员打水。他们决心像焦裕禄那样永远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焦裕禄的家人们决心发扬革命传统，继续参加改造兰考的斗争。他的儿女们决心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的红色接班人。中共兰考县委举行会议，讨论第二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方案。几年来，兰考县已经在除三害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65年，这个历史上缺粮的老灾县实现了粮食自给。现在兰考县人民决心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为彻底改变兰考面貌而继续前进。在焦裕禄同志光辉的事迹鼓舞下，在千千万万革命英雄的事迹鼓舞下，全国各地出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许多地方的县委领导人正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他们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在一切行动中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精神变物质，理论已经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群众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国人民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取得巨大的胜利。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千千万万像雷锋、王杰、麦贤德、焦裕禄那样的英雄正在涌现。让我们以革命英雄做榜样，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世界人民服务。